主席，今天心情好吗？主席，今天心情如何？啊，聊吧，聊较早代志吧。啊，当然是聊检讨啦，吼，检讨自己啦。啊，即摆就是伫遐，阮拢讲放下，吼、哦，他把这个职务放下来，吼、哦，整个轻松。啊，即摆就是计划啦，计划后来后壁要来行。啊，我是计划讲出来世界望佚佗。啊，有计划要同齐要来出来找一位佚佗一下，吼、哦。他等他把这个拢职务拢卸下来的时候，吼、哦，阮就计划讲啊，就较早来装卡啦，吼、哦，啊就。做家己工课，放下，我叫他放下，放下了哈。他说也是对的哈。啊，伊讲这回嘛是要来感谢一寡老朋友啦哈。较早哦，安尼个支持，甲斗下手的哈。啊，他利用这时间哈、哦，来找一个老朋友一下啦哈。啊，他以后会长下来。好，谢谢。是退出政坛的意思啊？是退出政坛的意思哦。放下。应该是这样的啦，系啦，啊嘛有年纪啊啦，有年纪啊啦，系啦。